就是全世界最迷你冷气，只有手掌一般大，一年吹24小时，电费只要120元，只比一般便当贵一点，会不冷吗？别小看它。5分钟内从高温30多度降到17度。你在家中不想它空调设备那么浪费电，就可以用它来做一个辅助使用。外出携带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接行动电源，在家中你可以接上你的电脑，注满水，一次可以用大概6个小时。